我说话的声音有180分贝。 我说话的声音有180分贝。 大汉的拳套只是我的仿制品。 告诉我，安静二字怎么写？ 大汉的拳套只是我的仿制品。 我说话的声音有180分贝。 请告诉我，安静二字怎么写？ 黄爷是与生俱来的。
说话的声音有180分贝。Ha ha ha!
Yes.